现现代人、嗯、对会觉得在家里请客是件很麻烦的事，是就习惯外食。嗯，可是常常有时候去外食回来之后又很懊恼，花了钱也不见得开心嘞。对啊，像我们的同事啊，常常朋友请他去吃啊，就是要四五千块。他在家请客，嗯，普通的不是什么大餐馆，在家请客，每一个朋友都说，哎、欸，来他家吃怎么那么好吃，然后常要来，其实没有花多少钱。可是重点是吃到真材实料，还有新鲜，还有现煮的爱心。可是如果你有些时候有 best friend 很好的朋友来呢，我们可以给他更好的食材。可是你看食材不复杂，那到底什么样的料理呢，会让你的朋友满足，一直想再来你家？今天的食材，我觉得很好奇的是，这个是美浓板条哎，美浓板条，客家美浓板条，家常的美浓板条，对。可是它搭配斑节，海斑节虾，斑节虾是海的，不是养的。That's right， 它就升级了。嗯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蒜酥蒸虾。对，蒜酥不是蒜蓉哦，嗯，改了，因为蒜蓉呢，外面的餐馆喜欢蒜蓉，对，可是你觉得蒜蓉是泥泥的、嗯、，That's right， 少了一个香气，耶、yeah. ，好 ，OK， 那今天我看到你那天带回来这两粒 Mexican abalone fresh abalone 墨西哥鲍鱼，这算大了嘞 ，You see， 跟我的拳头一样大，你知道它几包吗？你每次出去我的菜钱都不够给你啊，嗯，它这个算。三头包，因为它一粒就200克出头咯，一斤就两粒多咯，所以三包三头包啊。那你的鲍鱼要用什么来呈现呢？我今天鲍鱼有点热式的哈、嗯，那我们用那个日本山药来代替那个饱足感。嗯 ，OK， 那因为今天我要有一粒哈，去像港式的去煨。有一点他们做一点蚝油，一般就是用鸡汤煨，简单的。那还有一种是有加蚝油，蚝油那个我不要，因为这个很 fresh， 这个有点是国外这样fresh 来哈，所以我配那个猴头菇。哇、wow、哦，猴头菇 ，OK， 好，那很简单，今天材料很简单，好，我们先来处理啊、嗯，最高档的那个。可是我在处理这个之前呢。一定要有好的老母鸡的汤来煨这个 abalone， OK？ 好，那我今天的汤头呢，我用小的干贝珠哦，嗯，来煨我的汤。然后我们现在呛一点这个金门高粱，给它去吃高粱的一个酒的一个香气啊、哦嗯。等一下呢，我们要一起加在汤里面。好，那我们先给它5分钟，等一下再加进来。这个汤继续，因为老母鸡你可以炖到。那个给它炖到1个半小时 ，OK， 所以我们这个下去，你给它40分钟其实就够了 ，OK， 好，那怎么来洗呢？这鲍鱼怎么洗啊？尤其是第一次看到新鲜的，嗯、高档高档。好，你知道鲍鱼它怎么长的吗？这个是哈粘住石头的，这个有一个 shell， 有一个壳 ，OK， 然后呢这边粘住石头，所以它的色泽哈。就是比较是这样的一个色泽。好，那你会看到有一些旁边有一些哈黑黑哈，其实老板有帮我刷过了，我现在刷给你看哈，就是这样子，先刷给它哈白一点先哈，因为它旁边有一点呢 black， OK， 有点黑，它有一些 groove 啊，所以你用一点那个刷子把它刷出来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呢先冲一下，放一点粗盐， OK。然后用柠檬皮刷，very beautiful， OK， 这样子哦，哈，秀一下， OK， 这个原本是吸在石头上的，哇，很美很美，好，沥干， OK， 到底要怎么来煨这个 abalone？OK， 这个 abalone 直接丢到高汤里面，再好的那个老母鸡的一个汤头呢，它会缩，所以我们要先封毛细孔。OK， 我们要先稍微烤一下，它可以沥掉一点海腥味，然后呢再浸在高汤里面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呢已经吸满了这个高粱酒的一个香气。OK， 好，浸到我们的这个老母鸡的汤头，你可以炖了40分钟，然后呢你再加这个再炖个40分钟。OK。整只鸡炖哈，会比较好。为什么？你把它剁一块一块，有没有？似乎好像比较快，可是呢，你的这些好的食材下去啊，全部被剁的鸡的骨头啊，吸掉它的一个香气，哇，那你就浪费其他的好食材了。OK， 好，下去。好，那我们先拿来擦干。So beautiful。好 ，OK。
来，我们这边呢 ，OK， 我们这样子干烤就好了。那我们来测一下喽 ，OK， 烤下去喽，因为你湿湿的烤就没有效果。对对，我说你要交错才对。好，半分钟就好了。OK， 来 ，and then flip over。你这样子，你封毛细孔。哇！你们都有默契啊，好厉害啊！好，这样子哈的一个干烤法哈，这个你在逼心位，你在封毛细孔，你是要让你的食物啊，毛细孔封住的时候，它的原汁啊是包在里面的 ，understand？Yes。OK， 好。我嫁给你很幸福哦。很幸福啊，可是你要进步啦，二厨。你刚才这个哈，刚才你在盖有没有？你要因为汤很满，汤很满，你要折一个牙签在旁边。OK， 谢谢你的指教。OK， 好。OK， 好。哇，好像 scallop 的香气耶！来，呛一点葱姜蒜九汁。OK， 然后下一个柠檬皮也可以啊。很美哈，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你要煨在汤里面的一个东西啊，不要太多的一个汤水，它的汤头啊不够鲜 ，OK， 所以其实你煎烤以后呢，稍微就是锅子冲一下哈，我们现在下面放水，好 ，OK，Good， 然后你直接下去哦，这个叫这个锅中锅炖。好，隔水炖，好不好？隔水啊，隔着水炖。我不要直接的这个火舌去煨我的这个 abalone， OK？ 那我们刚才啊，其实烤过，就是用酒呛一下柠檬皮啊，倒掉，直接我们用这个鸡汤有没有哈？少的鸡汤来煨它，一杯半。好，那这个锅中锅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说你把那个养分跟香气盖起来。然后再盖一个，好厉害！对，我想要锅盖，我不用高的。OK， 好，那我给它煨盖，这样它更密合。OK， 那这个鸡汤呢，还是很好的鸡汤。Stand by， 因为我等一下呢要配一个山药面哈，所以呢我的这边的鸡汤可能不够用。好 ，OK。OK， 今天我们那个 abalone。高档食材吃两种味道，对，好吧，好，那我们吃一个原味的配山药当成面，然后另外一个拿去红烧跟猴头菇红烧 ，OK， 所以我们这个呢一定要煎过，好不好？连猴头菇也要煎吗？要，你烤麸通常也要他们去炸过，我们去煎过就好了，再来红烧它会更香，好不好？可爱哦，那来一点姜片吧。OK， 如果你今天生的直接来红烧，我觉得它吃了太多的酱料，我不喜欢那么好的食材，所以我们用鸡汤给它 double boil，OK，、okay? 给它这样子隔水炖呢、啊，让它去吃鸡汤的一个香气跟营养，然后我们再来红烧，好，水珠慢跑就可以了，加一点那个香油，姜来，这个姜哈、哦，你用香油煎过，其实很好吃的。对，很香。我们来一点那个好的油，好，有点爆香了哦，这个姜片哦。真的耶，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哈，当你煨某样或者有时候大家都认为要大锅小用，其实有时候你还是要有一个小锅，是来去煨少量的东西的时候，它的营养才不会跑掉。是因为你即便煎这个姜片有没有？对。你也不用那么大的锅去爆啊、炒啊，再来炒这些料。你小锅，你很自然的，你的酱料一点点去煨它就好。你大锅，你的酱料的一点点是小锅的一点点的很多。Yes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哈来煎它，来煎下去。好，给它中小火煎，然后我这个 abalone 要拿一个出来红烧。对，今天我们不要加好油，好不好？不要。啊，我们用一点高汤，用一点酱油，最后你要狗狗呢，最后才来调一点好的，120天的硬油膏。硬油膏。对 ，OK， 好。OK。
哇，这样就很像那个哦，会不会出水咯？素煎包了，哦，好美哦。十二分钟到了，好，刚好，很好，配合的很好。十二分钟到了，我们来看，今天刚好一个是完整的开口笑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就做成红烧哦。OK， 把它煎在一点香油里面。OK， 我们现在呛一点酒。好，我们来一点香菇酱油。OK， 可是你不要先呛那么多，因为这个菇很会吸咸度，所以我要来一点高汤。OK， 来一点汤头。OK。强强棍，强强棍。好，我们滚了，给它，这个菇啊，给它大概三分钟就好了。嗯。OK， 我们今天那个原味的。对，我们今天是先包二吃。对。第一次呢，我们要吃原味的。原味的。可是我们可以搭一点底，就是来一点不是面条的面条。不是面条的面条，叫什么条？叫做山药条。好，山药条。那我们山药哈，先要用才刮哈，因为这个哈要薄的削刀，不要浪费营养。OK， 这个很滑，要小心。然后呢，这个进到那个盐水里面一下下先。好，那我们要刮成面条啊。哦，很细的哦。等一下，我要下热的高汤。很滑，我没办法给你处理，好不好？我就这样处理到这样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先来看这个红烧的，这个菇啊，应该是 OK 了 ，just nice。我这个呢，可以再三分钟。好，那我们先把菇拿起来，好不好，妈？菇再润湿一下。我们就是上一点酱色 ，OK。你会看到，刚好熟就好了哈，不要太软绵绵的，然后呢，不要太吸太多的酱料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这边呢，酱料不多，因为我等一下要有一点收汁的汁哈，来淋在我的这个abalone， OK， 那我这边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汤的部分，哇哦，一开锅呢，真的很鲜的味道。哇，上汤，上汤，真的上汤。跑的鸡配海的东西，海陆啊，有没有梦幻的感觉？好好，很好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呢，那这个我觉得也蛮美的，你看哦，这个这样子哈，要切丁也蛮好吃的。对，我这边切丁好了。对，反而有时候切丁，它会吃到它的那个咬劲。这里对，我的是这样子的，很好。枸杞汁来进到我的汤头里面来 ，OK， 上汤，这个上汤，哇，这个汤真的很棒哎，喝到好汤是。我知道这个 Q 起来的。好，热热的汤淋上去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，哇，刚刚好，就是这样。我还以为要加一点薏米糕啊，几乎不用了。你还要一点 sauce 淋上去吗？对的，可以啊。侧边吗？不是侧边，就看前面。人家鲍鱼要看整个的，对，姜一戳在这里，哇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规则，对对，很好，哇。好，来一点上汤，来一点这个是 abalone 跟鸡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啊，我这边用那个薏米糕 ，OK， 好，然后它是不是像蚝油了？没吧 ？OK， 没，有点生气了。对，要一点茴香，因为我们只有薏米糕嘛，就加一点茴香。就是你会觉得高档东西，你吃是清淡的香菜香料 ，OK， 好。哦，今天的二吃啊，不错吧？有没有像六星级？先包二吃，这个叫红烧鲜鲍。红烧鲜鲍就是原味鲍鱼山药汤。OK， 好。OK， 下一道菜是哪一道菜？蒜香，不是蒜酥蒸香。对，好，美浓板条。
哦，所以这个菜很简单，只有那个我加了韭黄，韭黄呢它不似乎不会那么呛，所以呢不会把这个虾味抢掉。那一定要用海虾哦。哦，今天用这个是斑节，大概一尾大概70克 ，OK。那这个头要吃哈，所以请你把这个哈前面尖的地方剪掉，后面尾巴呢剪掉，尖的地方都剪掉哈。那我们这个虾哈，如果你怕扯断，你这个用剪刀剪哈，然后呢就把这个肉啊剖开，因为等一下最后还要我要放蒜酥跟淋那个一点酱料哈，所以呢你这个剖开要让它哈开起来。好，然后你这边哈切两刀，就是给它避免它缩回来 ，OK。板条传统的做法是板条哦去蒸，嗯，然后再来蒸虾，因为他怕那个哈虾一起蒸哈，这个虾就过熟。那我们今天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哈，我们先来洗一下，冲一下就好了。我用一斤半，大概一斤半的量哈 ，OK。我要来就是铁板一下，它会更 Q， 因为美浓板条有没有？它的一个有一个厚度，所以我们要吃那个 Q 感。好，所以煎过以后呢它更 Q。 那我们这边的虾呢还是要一点点这个葱姜蒜酒汁 OK， 然后来一点海盐，然后一点 OK。 好，那我们这边来煎哦这个板条 OK。 好，这个要够干。那因为这个板条它没有拌油哦，我只是用那个冷水，不能用热水哈，润湿一下，好，把一些灰尘洗掉，然后这边把它松散一下，然后我就来铁板。因为如果你有水分下去呢，抱歉它不 Q 哦，它变成是在煮面哦 OK。 很快的速度，45，大概半分钟到45秒而已 OK。 铁板一下啊，跟因为怕超轻，你用 steam 的不好，所以呢叶子可以用 steam， 可以再短一点点哦 OK。 好，来洗凉哦 OK。 我们时间到咯，那我们把它翻面，你看哦，你这个有没有看到有点有点这样铁板过，金黄色这样，有没有？没有加油先，等一下我要炒那个我再来加 OK。 给它烤一下，那比较不油腻 OK。 然后我现在加一点油哈，要放这个，OK。 好，那我们把这个梗啊OK， 给它半分钟。好，这个韭菜不要过熟哦，我闻到韭菜香了哦。铁板一下，你如果说这样子铁板的韭菜有没有没有盐巴都好吃 OK。 有些没有捞干没关系，我直接就是去拌我的料了 OK。 这是很干很清爽的，嗯 OK。 可是我现在要下酱料 OK。 一点点酱油，一点点那个，然后一点点黑醋 OK。 快速的铁板一下，好帅哦，哇，好 OK 耶，好香哦。好，来，刚刚那个动作好美。那这样子的那个加热水，这边我要蒸了。好，加热水 OK。 好，然后加一个架子，好 OK。 那我们现在呢要把虾蒸下去，好，我要快点做 sauce 了。好，一点点香油加一点点油，然后姜先下来 OK。 先给它炒一下 OK。 好，那一点蒜酥，其实是蒜酥要比姜多一点哦，那个姜一点点，然后蒜多一点。虾子好了，好，虾子好了，来，哦，半熟咯，这个生的哦。你这样变成那个
又有那个叶子黄的颜色，对不对？是。先给它45秒，大火蒸哦，哈，因为你的虾是在板条上，如果你小火再焖到你的虾熟，哇塞，你的板条出水，你虾也出水了。好，这个酥啊，一般他们是加蒜泥啊，泥没有爆香不香 ，OK， 所以我们要给它有酥感，然后刚好利用这个锅子来呛一点 sauce， 我们呛一点浅色的 sauce， 不是刚才板条，哇哦露露这样，不是，是有一点浅色的酱油。好 ，OK， 好。如果你平常有做蒜酥有没有？你那一罐蒜酥哦，在这里。OK， 平常有做蒜酥哦，那你就方便了。OK， 你就直接放蒜酥。那我今天这样爆是我要它的油的香气。OK， 好。如果你的 sauce 要淋在那个虾的话，那你这个蒜酥先起来 ，OK， 就是刚好香。那没有刮干净没关系，因为我要呛一点，对，我要呛一点 mirin， 呛一点 mirin， 呛一点酱油香 ，OK， 其实这样 OK 了。嗯，我看一下哈，今天我们的虾是70克，一般请客的虾比较小。哎，对你这样吧。韭黄铺在这样就另外一种风情。对，帅。可是你梗不能铺在上面，它会臭漆，对，也不好吃。梗有炒过啊？啊，有炒过。OK， 我要放这个刚才爆香的这个放下去了。嗯，我大概可能再15秒就好了。OK， 好，很简单。现在把一点点的 sauce 啊，不要忘记啊，我的板条已经够味了哦。所以你现在是给虾的味道，虾我刚才也是 very little 的 sea salt， 很少很少，这样就不会太咸。对，我是要给虾的，不是要给板条的。虾的原味。对， beautiful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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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蒜酥。OK， 哇，最近做的这个宴客菜啊，哇塞，如果你们只要能做几道菜，就已经老公已经按100个赞了，像我爱心一样。对对对，好 ，OK OK， 快点快点，很好。OK， 哇，葱，一点点就好了，其实。你看，美味しい，这个不懂哪一家饭店的。开心大饭店，开心大饭店，让你开心享受家庭宴客餐。耶！蒜酥蒸虾，还有鲜鲍二七。为什么这一刻没开口？人都有长不一样啊。哦，有些人会有二醇啊。什么？那叫什么？兔醇啊。所以有一头包的吗？下次我们自己下到海里去找。不行啊，我们这个 team 从全部都是晕船的。我也蛮会潜水的，叫他下去抓好了。啊、你要把它里面的一个原汁啊封住、凝固、锁起来。封住 ，yes， 然后凝固里面的汁，okay. 对，不要流出来，好 ，yes，、okay. 我懂了，好，老师，我已经听你讲16年了。